一秒一秒是关键，抢答猜题听书音乐中歌曲，回答正确得分，总分最低者需要接受惩罚。好，耶、yeah ！那我们就来到第一题。哇，是放慢的。答案是正确。可以唱一句吗？不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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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乱七八糟。好厉害哦！丰田的宅男魂，宅男魂出来了，听到现场好几个开心。好，第二题，好。这是华丽书。对，怎么了？我喜欢这首歌。台湾加油，加油！丰田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不要靠外国人。下一题。你是个歌手哎、欸！什么？一秒一秒一秒！好快哦！一秒我们慢慢聊，一秒一秒揭晓。哇，放慢就听不出来、欸。哇，我有自信这个。怎么办？问一下，要问一下。好，问你们稍微慢一点。好，下一题。啊！放我一点，放我一点。但是啊，是丰田哥按到哦，对不起。对，我可以讲吗？可以，我可以讲。萧敬腾的《让我为你唱情歌》。啊，对。算我们一分了，终于拿到一分了，超不要脸，超不要脸，靠别人。好，下一题。啊，是你们的歌。五秒，五秒，五秒，五秒。AKB48 Team TP 的。什么？这个？刚刚有听到。大猩猩。呜吼呜吼吼！那可以帮我们唱一下吗？对啊。交换啊！来，攻守交换，换 B 队了。你们目前是4-2的状态。这一关还有一个惩罚，是我们要喝难喝的东西。是这一关，就是这一关。天哪！所以突然要我调一个，怎么能输啊？不能输吧？你们加油！哎，我加油加油！我觉得他问题压我们呢，又会猜又会唱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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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三个还好，我们三个还好，我们这个王牌都在这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们三个都还好，和平和平。行。什么啦？什么啦？红莲华。红莲华。強くなれる理由を知った。僕を告げて進め。鬼灭的那个主题曲。你不是有 Lisa 的红莲华？有有有，我有买公仔。那你怎么会知道？对啊，你怎么？因为我没有在听歌，我在看剧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下一首。啊！什么呀？是同一年？你要等，你要等，你要等。
吉他队。同一首不同段落，不同段落。哎呦，现目前是六比二，你们要加油。好，下一首，请。好像现场只有只可以这样吗？只有小安知道答案。中间的旋律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小弟，你确定？讲清楚，太阳，你是我的太阳。答对啊，不是答错，答错，答错。田馥甄的旋律。哦，恭喜他！太阳，你就是人超不要脸。对呀、啊，作弊王，作弊王，作弊王，我们至少有一分吧。让我们一下，好，下一首。那个柯佳嬿什么的，哦，柯佳新歌嘛，最新的，抱一抱一下，算了，送你们，啊，真的吗？送你们，送你们，谢谢，送你们，谢谢，好，下一首，请。Peaches 谁的 ？Justin Bieber 的 Peaches， 恭喜大家，对。耶、yeah ！好惨哦，我的妈呀！这一关也我们输了，所以我们要接受惩罚。特调饮料吗？之前我们以后知道有这种状况，我们就自己调。我们就不要这样子调，就不要这样子调。对，难怪要先拍影片。你们两个调的什么？好 ，OK， 选了之后帮说成分 ，OK， 好。你在引导，你是主持人。我说确定吗？耶、yeah, ！惩罚时间，这边就是我们为你们精心准备的饮料，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字，娱乐关键字跟一个滑板的图案，你们可以选择，然后我会为你们揭晓里面的配方。你看，主持人的这个角色的工作也被抢走了，对啊，我们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请借我们一下。OK， 等一下我去跳，最后一点尊严都没有了，好了，没有尊严。我们要选吗？自己选。我们猜拳，谁先选？好，因为先选比较好。啊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女生先，女生先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。好，好，好。最后，所以宇宙姐先选。宇宙姐，我记得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我们。还有你们啊 yeah, 还有我们哦、喔，我们有你们很仁慈吗？我们人超好的，我们人真的很好。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也跟我们一样很。哎、欸，我选这一杯，我选这一杯，思成说看起来很安全的，是那杯看起来乐 ，OK，、嗯、好，我要喝喽。亚邦，你要先告诉你成分吗？还可以，我一边喝的时候一边说。你喝完。这边有姜黄粉与芥末加起来的微妙组合。姜黄跟芥末、OK 吧？感觉好野蛮的，那边是鹅，它会回鹅哎，会有芥末，不是回甘，不是回甘哦，回甘回鹅，好，没关系，你熬过去了，好，换我，下一个，下一位，小安姐，我可以闻一下吗？好，小安姐，很香很香，我不行哎，这个好像香一点，哦，那个感觉很多咖啡，那是花瓣的图案。哦，这个好像有点中药味。你喜欢芥末吗？我不喜欢芥末。恭喜你，这是咖啡加芥末。你已经拿起来了，我已经拿了。这应该是我调的，只有两样了。对对对，咖啡芥末。哎，你认识哎？芥末咖啡，芥末咖啡。不能喝吗？芥末咖啡怎么样？很恶。这两是我最爱的原子。那我就，因为你们女生对。这样子哦，你要我以为你要两杯加起来喝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想说你蛮神勇的，玩大一点。你要哪一个？玩大一点。这个关关，这个看起来很浓郁哦。对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啦。干杯！干杯！你认识你？干杯！抹茶咖啡，抹茶咖啡与柚子酱怎么样？好喝吗？抹茶咖啡与柚子酱可以。哎，抹茶咖啡与柚子酱可以。哎，你刚刚好喝，什么意思？你选哪个？再玩一个，再一个，玩一个。字字挑战字，好不好？哦，对了，这个很厉害喽！他是干杯了，干杯了！我跟你说，全部都在里面了。啊，对不起，这是不是我们调的？全部都加了，它有全部的，对，全部芥末、姜黄、柚子酱、抹茶、咖啡粉。all in all in all in， 这是我们那个，我们是三个。
而已。我最后 all in， 你 all in 了，这是我们那一杯我们调的 all in 进去的，小安宇宙特调。你为什么不要压轴的时候再做这件事？然后让我们做、啊。他看起来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们两杯都喝，只剩两杯，你都要喝。你要一直就两杯都喝。我的意思是，让我难做人。没有啦，两杯都喝。他让我超难做人。师长哥，师长哥，师长哥，我帮你看一下，他们两个成分是一模一样，你可以倒在一起喝。好，太好了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不用怕。你太好运了。帮你升级，帮你变大杯。啊，不要。这个你。芥末、姜黄跟抹茶粉，哇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喝吗？哇，这比好好喝哦！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怎么样？可以干一杯，好酷！哇，他的酒啦，好棒啊！哦，还是你还在那。因为其实我真的蛮喜欢瓦萨比的，只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好喝哎。哦，那我告诉你，加了姜黄抹茶芥末，你回家可以再去试试看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是说辣坏舌头了，也有可能辣坏了，对不对？辣坏掉了啦。还行啊，还行。好了好了。好啦。